从明年开始就可以用健保卡来报税了。财政部昨天表示，已经跟卫福部合作，解决了法规跟资安等各个层面的问题，所以有信心明年五月申报综所税的时候，健保卡就可以完成任务。所以之后要报税的话呢，只要先准备好健保卡跟读卡机，上网用户口名簿，并且设定密码，完成了网络注册之后，就可以用健保卡加上密码来做网络报税。